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SNH48 Team X Girl X 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对号入座；二，请勿携带分发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等，或超过50×50厘米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以及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应援荧光棒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等。三，请非拍摄位的粉丝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摄像、录音等行为，请将您的手机与电子设备调至静音状态。四，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场内严禁吸烟、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在观看演出期间，请勿干扰演出正常进行。五，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并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耐心等待。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SNH48 Team X Girl X 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对号入座；二，请勿携带分发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等超过50×50厘米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以及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应援荧光棒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等。三，请非拍摄类的粉丝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摄像、录音等行为，请将您的手机及电子设备调至静音状态。四，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场内严禁吸烟、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在观看演出期间，请勿干扰演出正常进行。五，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并有权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耐心等待。我是 SNH48 Team X 的吕一。SNH 48! Everybody! A life like you've never seen before! Here in world famous Shanghai! These angels have come down to perform for you! Are you ready?
Yeah.
Thank you.
们是 SNH48 Team X。今天的那个什么，MC 话题是，给吕一的生日祝福。那我们就先从桃子开始吧。太阳当空照，桃子对你笑。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X 的李昭，谢谢大家来看我们扣个一的生日公演。谢谢。开心。什么？再说一遍。对，然后对，就是最近嘛在减肥，然后对口口一真的就是因为口口一平常都在外地上学嘛，然后上次看他回来的时候就真的觉得哇，真的瘦了超多的，然后作为一个正在减肥的人真的非常的羡慕，然后也就非常希望能够口口一能够就是减肥的话也要注意身体，然后同时的话就是希望我也能够和他一样减肥成功吧。然后他现在是我学习的动力，就是这样，谢谢大家。今天没有 catchphrase， 但是每天都要 Never stop dreaming。 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X 的张丹三，谢谢你们今天来看我们吕一的生日公演。谢谢。啊，今天是吕一的生日，我恰巧看到他那个，就是什么特别节目的排练，然后我觉得看上去非常专业，然后身材就是凹凸有致，这样对，觉得哦，我当时跟新闻说，一定跳这种舞一定很累吧？是，对，看着就累，对，就感觉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祝吕一生日快乐，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X 的星星一，谢谢大家今天来看 Coco 一的生日公演，谢谢。谢谢。然后对 Coco 一的生日祝福，就是其实他不是平时都上学嘛，然后也不怎么可以见到，就是最近，就跟他有关，就是昨天我在跟。太卑微了。昨天我在跟那个张亚梦 ZYM 对他聊微信的时候，然后他就给我发一段视频，然后我看了之后，过了很久很久，口口一问我你有没有看他的那段视频，然后我说我看了，他很早之前就给我发了，然后他就我9点钟给谢天一发，然后9点一说他8:27就发给我了。对，王力宏就在这个时候他又给我发了一个视频，然后那个视频我点开，我视频点开，他是这样的，谢天一你看我在滑滑板，谢天一真好玩，然后把这个视频发给了口口一，对，然后他就觉得很卑微。视频都是二手的，就是我希望他可以以后都会得到一手的消息。然后还有就是祝他可以身体可以健康，然后生日公演可以顺利，就这样，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X 的 news 孙新闻，谢谢大家今天来看口口一的生日公演。谢谢。我接着刚刚谢天一的话，祝他的好怪哦，就是刚刚问
就是口口一说祝你什么好，他说祝我幸福。对，因为我就是无欲无求。你遇不到你的幸福吗？ 我们大家都爱你啊。真的吗？可是我还是得不到一手的资料。奇迹，你不要装作不在意的样子。我在打哈欠。大到一半，下次一起，下次一起点点击你吃腿。好，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啊，什么？队长，听见了吗？ 我不吃鸡，对你懂的。上次听口口一说的好卑微，然后刚刚又那个二手资料，怪不得要我祝他幸福呢。然后祝你那个生日环节顺利。看上去就像刚刚丹丹说的，看上去很难的样子，就你的专业嘛。哦，我以为你说我这个人看上去好难。我太难了。你不要突然就卑微起来好吗？我们大家都爱你。嗯，对，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大家今天选什么呀？九乘法表。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S 王佳玲，感谢大家在今天来看口语生日公演。耶、yeah ！谢谢，知道不是你害的。然后对口爷生日祝福，就是我记得刚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女孩子对我好甜呀、啊。啊，谢谢，这些没有啦。那就没有吧。很甜了，很甜。祝你幸福。当时觉得哇，这女孩子好甜啊！我以为她在我们队里应该蛮喜欢我的，后来发现她是对所有人都这么甜，就一个比一个甜，然后我就也没有一个比一个甜，我没有特殊对应的，反正就没那么甜吧，就是差点一开始就被他给骗了。颜才是特殊对应，那拉倒吧。王嘉玲说：“这个世界上对我颜的女人还没有出生。少”少，不可以对我颜。然后就觉得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然后后来就发现。他跟我一样，就是心系万千少女。就我还有跟你一样爱的卑微，没有，他比我卑微一点啦。然后就祝他今天生日环节能够顺利吧，因为我感觉今天时间蛮紧，然后他排得挺仓促，然后希望他能够生日环节顺顺利利。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那么有请接下来一组的小伙伴祝口一生日快乐吧。耶、yeah ！大家好，我是兼任 SNH48 Team X 的张琼瑜，大家可以叫我搜搜或者琼琼。谢谢大家今天来看吕一的生日公演。耶！张琼瑜，谢谢大家。张琼瑜，谢谢。张琼瑜，啊，我死了！谢谢。谢谢，对，然后谢谢，然后就我来到这个队伍之后，其实今天是第一次见到吕一，对，今天第一次见到他，所以说就感觉出来他应该平时学习什么也蛮忙的吧。对吧？对，去吧，大胆的走。你好。对，这什么联谊模式？对，就是之前其实有听，两年前吗？是吧？就有听别人说起过你，就说你是一个很靠谱的人，所以我就是两年前听到，然后之后就对没有声音，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听说你很靠谱，然后对你印象就一直很好嘛，然后就感觉你一直这么忙，很少见到你，就希望你能好好学习，注意身体，生日快乐，谢谢，棒。就抱一个，对，生日快乐！这里可以 P 一个图，喜。
对，好甜哦。你们这个进度是不是有点快啊？今天第一次见面呢，不然我太卑微了。我觉得你这样就不卑微了 ，Coco 一。什么？不卑微了？从今天起你不卑微了。对，谢谢大家。刚镜头拍到了吗？要不你再走一次吧。听到了吗？不卑微了。我欲沉浮，无欲无求。不卑微了呢，金玉燕。苏苏前辈好，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你。啊。要不要抱一个？张成宇，哎，张成宇回广州吧，别来。哎，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们在吃东西，然后金月就问我，你们队有什么那种比较好套路的小妹妹？我说卢静平啊。小心卢静平口若悬河，跟你说的他们全都走了。他特别想要你的微信，要推给他吗？可以啊，加加加。好了好了好了。那我来喽。来呀来呀来呀，我们来，来呀金玉燕。桃园三结义。不卑微了。你们看卑微了。奇迹，我跟你说，天道好轮回。好了好了，搜搜，结个尾吧，怎么样？谢谢大家。耶、yeah. yeah. ！想和 Coco 一起在舞台上咔咔。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X 的潘奇，大家可以叫我鱼或者华妹。谢谢大家来看 Coco 一的生日公演。耶、yeah. yeah. ！谢谢，就是说到口口一的话呢，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子。就在中元节附近那几天嘛，然后大晚上的我突然就很想吃那个红糖馒头，但是呢我房间就我宿舍到那个微波炉之间有很长的一段距离，然后那个时间点是在12点多，阿姨都把走廊的灯都关掉了，然后我瞅了一眼走廊，我觉得黑不拉擦的，我就很就是很有点点害怕。然后我这时候在群里问了一句，有谁就是在中心吗？可以陪我去就是热一下馒头吗？然后Coco一说，我就住在那个微波炉旁边。然后我想啊，Coco一在微波炉旁边，这话听起来好像怪怪。就Coco一在那边，然后我就打算很放心的拿好馒头准备出门的时候，我一打开门看到Coco一在我门口，然后我当时就很温暖。被吓到了是吗？啊，没有，被吓到吗？就是怎么说，我本来还以为他会在微波炉那边等着我的，没想到他就跑到我房门口，然后领着我过去热馒头，还把我送了回来。我就觉得哇，Coco一真的太棒了。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卑微。然后我想请他吃那个窑鸡，对，我也想请他吃窑鸡，然后并且把鸡腿给他吃。嗯，听到了吗，Coco一？我听到了，你听到了吗？到了吗？就我们三个人，我们三个人也可以一起吃的，对。不是潘英奇请我吃窑鸡，潘英奇要请我吃窑鸡。哎呀，潘英奇又要请我吃窑鸡，两只鸡了呢。所以不卑微。我太难了。就感觉她就是一个很温暖的女孩子，对，然后她还会中国舞，所以我就。怎么说，我特别特别喜欢会中国舞的女孩，所以也很期待她今天的表演。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yeah.
人这本缺少是水，你们心中这本缺少是水深。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X 的陈杨碧，谢谢大家今天来看 Coco 一的生日公演，谢谢大家。耶！杨碧，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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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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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谢谢。三位演奏，以这次参与到最小爱的心，你如果万万心上要生日信给我，我说出来为什么爱你，但我知道你就是我再也不爱别人的理由。我想要的，自始至终有生有死，只有一个你而已。谢谢。谢谢。好了好了啊，可以了可以了，今天是可可一的生日公演，不要那么丢人。然后可可一的生日公演嘛，其实可可一，我觉得我跟他之间好像挺熟的，好像又不熟。对，我也是这种感觉。对吧？就是有一种中间永远隔着一个女人的那种感觉。就希望有一天我们两个可以离开那个女人，亲自的交流一下。对，我们两个也可以去吃窑鸡。现在是三只鸡了呢。对，就是感觉一直很想，就感觉一直好像有交流，但一直好像没有交流那种感觉。但是我在我心目中，可可一是一个就是特别特别，就是那种真的就是那种性格。看我干什么？就那种性格都很可爱的那种女孩，就是那种真的可爱，就是不仅是外表可爱，性格也特别可爱，就是平时就是跟人的相处也好，讲话也好，特别可爱，然后还有点点沙雕。对，然后而且之前就是她不是总选那会儿吧，一回来我就发现她真的瘦了特别多。对，杨斌是第一个夸我的人，对，就是第一个讲实话的人。对，我就是我们队最老实的人，你懂吧？对，而且最喜欢讲实话，就是把这种话一下子就说出来了，就让你很开心，是吗？对，不要太开心。然后，而且就是他现在不是之前因为学业嘛，然后就是兼任到我们队之后，也一直因为学业的原因就没办法经常回来上公演，就希望他就祝他学业可以顺顺利利的毕业，然后身体也可以健健康康的，然后今天的生日公演可以顺顺利利，然后以后多多交流啊。好，就这样，谢谢大家。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 S N H 48 Team X 的陈琳，谢谢大家来看 Coco 一的生日公演。耶、yeah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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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 一的话，我觉得长大又长大一岁了嘛，今年很明显不一样了，你不卑微了。对啊，那是啊，对，正挺好，远离那个女人你就会有不一样的幸福生活。不是啊，他不是吕毅，不是今年卑微的吗？你是去年卑微的啊。他是你是今年卑微的，那要怎样呢？现在我们不卑微啦。把吕毅从第一年就开始卑微了。对，王国里最卑微的人今天开始就不是了。 对， 对，然后什么呢？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也觉得 Coco 是个特别可爱的人。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发现你瘦了吗？因为你在我们心中一直很瘦。哎妈呀，我刚……你什么意思呢？是一直很瘦啊，没有错啊。杨碧怡真的是唯一一个说真话的人呢。没有啊，你知道，就是圆圆的脸、圆圆的身材就显得很可爱，你知道吧？抱在怀里都是很舒服，你跟那种瘦的人抱在是怀里各骨头，你知道吧？那一直很瘦是哪里来的呢？一直很瘦啊，一直很瘦，就是我觉得这种身材在女孩子里面已经很瘦了，不需要再瘦了，你知道吧？那你自己还减肥？那我不一样，我是为了那个变强壮好保护女生，你知道吧？我这叫增肌，不叫减肥。嗯，明白了。
对，哎呀妈，我刚刚摸扣我一的衣服，后面都湿了，湿光了，一手汗。擦一擦，擦一擦，擦一擦。然后就希望，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逛别人的房间嘛，然后我有一段时间就是经常看到 Coco 一好像住在医院里哈，对吧？是吧？哦，我以为你说逛房间的房间，不是，就是口袋房间嘛。我看你在跟大家互动的时候，你一直好像在医院里还是什么病床什么，我就希望你接下来的每一年都可以身体健健康康的，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嗯，然后生日快乐。嗯，谢谢。yeah.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X 的齐静，谢谢大家今天来看吕毅的生日公演，谢谢。耶、yeah. yeah.谢谢。哎，谁喊的？谢谢。你可以再说一遍吗？我们没听清楚。闭嘴！我也没听到，再说一遍。谢谢。啊，谢谢。闭嘴！啊，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哎，你昨天在 N 队啊？好啦，谢谢你。谢谢大家。干嘛？我举报，其实今天哭了。其实今天真哭了。其实今天就是我跟金月在楼下坐着，然后齐静突然。走了下来，然后我跟金月问咋哭了呀，然后没有，我一开始以为他没睡醒，然后他就是没有正面回答我，可能他不太好意思跟我说吧，然后我看了半天觉得不太对劲，我说你哭了，他说问他为啥哭了，看口口一唱歌哭了，好感动，什么太难听了太感动了，其实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就是前面彩排的是你要说的可多了呢就是前面看他彩排的时候看他唱歌就有点感慨，然后我就想到他第一年就是生日公演的时候我也是坐在就下面然后看他彩排那个样子，就觉得时间变了但你们没变就觉得好像变了又好像没变，反正就是这样吧，反正吕毅是王国里最卑微的人没有啦，就这样吧，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X 的卢金平，大家可以喊我妹妹，欢迎大家来看今天 Coco 一的生日公演，谢谢。耶、谢谢。谢谢。关于口口音呢，因为一开始就是见到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形象，就是那种独特的可爱，属于口口音的，就是属于口口音的独特可爱。然后后来就因为就是一个队，然后加了微信，就在朋友圈里看到就是面貌不同于在这里的口口音，就是。也是独特的口口音，但是后来就是看到你受伤了嘛，然后就是觉得你应该就是祝福你的学业顺利还有身体健康，谢谢，然后你如果什么时候想吃鸡的话我也可以请你吃，然后我还可以我想吃鸡了，死鱼之鸡，哎，放太大了吧这个镜头，就这样，谢谢大家，请接下来的小伙伴继续讲 MC 吧。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X 的王飞言，非常感谢今天来观看口口一前辈的生日公演，谢谢大家。耶、yeah.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然后说一下对口口一前辈的生日祝福。然后因为我其实第一次见到口口一前辈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他非常的亲和，因为我有一个通病，就是一般见到我的人就会害怕我，就第一眼见我的时候就不会很想靠近我，就不太喜欢我。但口口一前辈非常亲和，他就会跟我合影，然后我觉得这是我见过唯一一个就是对我第一次这样子。真的吗？对，就因为我觉得跟你合影就表示说很还对还你还不错，还有点喜欢你那种感觉、所以说我又会觉得很少人第一次见我会这么的亲和，一般都是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对我说哎我觉得你还不错这样子，但是就是你是第一次见面就觉得很亲和的人，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很开心。对，我跟他第一次见面也是啊，哦这个样子哦，原来你是这个样子。不是不是，就是想跟你们打好关系哦，然后就是就是广撒网哦，那不好意思我上钩了耶。然后就是觉得他外表看起来非常的可爱嘛，性格也特别特别的可爱，很招人喜欢，然后我就以为他的风格可能是这种蹦蹦跳跳的。然后我今天在你在彩排的时候我全程就是在后台、对我就有看到你的演出、然后我就真的觉得就发现了吕一前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就是因为他真的是个宝藏，然后就是有很多让人看到会觉得很惊艳的一面。然后每次看到就是看完你的演出之后，我就觉得就是有了灵魂伴侣，因为我也很喜欢那种对那种的东西，然后就那种作品，然后觉得哎呀好开心哦。就是就虽然你学业就是学习很忙，然后还有我还曾经跟前辈深入交流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学业这么忙的话那工资会有多少啊、然后前辈就是这样不可说不可说。对啊，所以我就感觉他更加的辛苦，因为一定是因为热爱才能就是继续支撑，所以说我也希望，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希望接下来一年里你可以财源广进，就多多赚，就拥有很多钱、就是对，就你也是啊，你也是，就谁看到你就想给李毅塞个红包的那种感觉，来来来来来，来塞红包，对，就是这种，然后希望你一切顺利，然后今天真的，我光看彩排我就已经爱了，绝美，爱你哦，谢谢，对，你不卑微，爱你。好，谢谢大家。耶！草莓的甜味甜不过甜甜的冉蔚。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X 的冉蔚，期待今天观看李毅前辈的生日公演。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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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好，谢谢。我想想，我对李毅前辈的第一印象是，就是你的那个 catchphrase 啊，想成为你心中的女一号。我觉得我有这样吗？啊，有吗？有吧。我不知道，我忘了，我这样啊。因为我当时记着，哎，这样，我不知道。对，正统偶像都会这样一下啊！我觉得不可说，不可说。怎么冉蔚做出来？我觉得我自己怪傻的，因为我觉得你那样很可爱。因为我当时就是在屏幕里面看到你，我就觉得是因为你当时还是第一个嘛，我就觉得这个第一个女孩子好可爱。然后后面反正就是我们还很早就加了微信，对，但是后面就没有联系了，对，就只是加了微信，对，就只是在微信上面联系，哦，也没有联系。就因为我平时也不是那种在网络上面话比较多的人，但是就是过来之后能跟你一个队也是非常开心。虽然我们结伴同行也只是去了离中心不足50米的便利店，对，之前约了去按摩来着，但是后面因为你有啥事儿就没去，就齐静生日那天，对，不行，我们要吃鸡。我们先吃鸡，然后吃饱了去按摩。对，吃饱了去按摩。我们把齐静叫上，不用，我们给他打视频电话就可以了。我还想说，哎，我想说我们吃鸡、鸡翅、鸡腿，他在我们面前吃鸡屁股，他不会吃的，他不会吃的，他会凶我。不可以，前辈你要强硬一点。我打他，我不敢。
你这儿都好吧。我好卑微。哦，这样子啊。看着也不像。就是金月经常打他吗？没有。不是啊，他不吃你就你吃啊，就这样吗？对。你不敢，这你都不敢啊？嗯。你真的很卑微。我一开始不行，耳听，结果哇，蛮牛的。要翻盘。对，今天要翻盘，对吧？我们先吃鸡，再按摩。按摩的时候给他打视频电话。我们在按摩，好舒服。我跟你讲，喂。你们笑什么？对呀、啊、对呀、啊，好，那就这么约定了。这是什么约定？这兄弟间的约定、啊。兄弟间的约定。哎哎，毫无默契。好，反正约定好了。对，约定好了，就这么约定好了。然后也是希望他今天的表演可以顺顺利利，惊艳全场。好，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X 的王日奇，感谢大家来看。你怎么了？他的生日公演，谢谢大家。耶！王日奇，谢谢。王日奇，谢谢。王日奇，谢谢谢谢。王日奇，谢谢。王日奇，谢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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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我不是说过你很像金鱼吗？对。然后我就对你说，波妞，我是宗介，然后我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收进我的那个叫什么鱼缸里还是什么东西？那要一个大一点的鱼缸。啊，还有就是你跟冉威吃鸡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啊，可以。我一个人很孤独的。按摩的时候也可以。不行，我们容不下第三者。七七，我们走。我是说，我是说，不，我是说，我们走吧。啊，这个舞台已经没有我们、啊、来，我们三个人一起吃。三个人不太好吧？啊，那再见。我刚刚的意思是你要约就两个人约是吧？就是你非得跟他两个人是吗？对，你跟他两个人啊。不，你也可以去，你给他们俩按摩吗？哎，那要不然就这样吧，不太好吧？这两个，然后这两个你自己待着吧，再见。特别适合。你们排挤我。怎么会呢，金银月。我不跟你吃鸡。我本来想说我们不排挤，然后我站过来觉得算了。走了走了，再见。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哦。哦，是呢。真不错。我叫金音乐。哦。我叫冉威，你好，我来自成都。嗯、对，冉威刚刚约了我要去吃鸡和按摩呢。我也可以去啊。冉威还没答应呢。好吧。对。三个人不能吃。为什么？三个人可以按摩，我给他俩按摩。别，那你要不然把我给我们四个按摩吧？我们这里我可以一人约一次，这样我就又可以吃一二三四，可以吃四只鸡了。对对对，但是一只鸡两个人吃不下呀，就应该三个人吃得下吧？吃得下，吃得下，吃不下也要吃，给我吃。走吧，放弃吧，走吧，放弃吧，放弃吧，走了。最后虽然不能三个人吃鸡。但是我还是想三个人吃鸡。好好，那祝你生日快乐，虽然不是我的生日，但是我还想许个愿望。你的愿望是三个人吃鸡。满足你。谢谢你，生日快乐。谢谢，拜拜。好，谢谢。我心想两个人真的吃不下呀。对呀。猫派狗派花旗派，想成为你心中的女一号。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X 的吕一口口一，谢谢今天大家来看我的生日公演，谢谢。耶、yeah.生日快乐，谢谢。谢谢谢谢。什么辈分？什么？你再说一次。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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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干嘛？谢谢，我有好多只鸡可以吃了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是奇景粉丝吗？谢谢谢谢。不不不，你不卑微，我卑微。谢谢。耶、yeah, 谢谢。对自己的生日祝福，就是对我刚刚新闻问我的时候，我也说了我是一个无欲无求的人，我也不知道，就希望自己对，希望自己幸福。对，好，那就听静愿。耶、yeah! yeah!每个月都在经营美貌。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Mentor， 我是 SH48 的金月，我是 SH48 的金月，大家可以叫兔牙。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李一的生日公演，谢谢。耶！金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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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啊？为什么呢？哦，差不多也是啊，谢谢。谢谢谢谢。然后谢谢，今天不是口口一的生日公演吗？口口一，我原来是不是有跟你讲过我很喜欢你啊？算了吧，我只知道你对奇静说。不是，因为真的，我这个话是我从出道到现在从来没有变过，就是向前冲公演首演的时候，我觉得你非常可爱，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不是跟你说过我很喜欢你吗？同样的话你也对齐静说过。齐静那是后面的，就是转推了嘛。但没有啦，对齐静就只是觉得她跳舞还可以，就是蛮漂亮的，但是对口口一是真心的觉得她就是在舞台上就非常的闪耀，非常的可爱吧，反正当时就目光就全部都盯在你身上，然后觉得那个时候的口口一非常的快乐开心的感觉，然后现在就有一种哦，也不是，有一种成熟的感觉，成熟了，真的成熟了很多。对，然后新的一年呢，就希望可可一可以，祝你幸福，对，就希望可以过得幸福一点吧，然后希望以后也可以注意身体，然后越来越好，就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好，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精彩的 unit 吧。
什么上一段心情，好天气配上我的好运气，穿梭在风景梦想的旅行，在人海我遇见你，连我心碎衣服全都亲密，你是我的巧克力，空虚想象世界留给我和你。 Listen what I sing baby baby， 用我的歌声发出邀请，看着
字典，真的是非常古老呢。对，然后，哎，你今天怎么穿上了这件衣服？对，真的好神奇，我4年之后居然穿上了，变成了一个瘦的桃桃，啊，不一样了呢！恭喜恭喜，好开心。OK， 祝李毅生日快乐！
请 Team X 杨冰仪、张琼宇、王瑞琪立刻到教导出来。
心神厌恶，那幸福的温度却被打落，辗转反复，是多少年的孤独，爱已沉默，来自我保护，而在你笑容的背后，比谁都清楚，放肆任性的态度。是我的事，不管怎么样都与你无关。什么少女请别哭，就算最后会心生厌恶，那幸福的温度却被当作沉重包袱，多少美月的孤独，爱用沉默来自我保护，而在你笑容的背后，比谁都清楚，放肆任性的态度，在你笑容的背后，比谁都清楚，放肆任性的态度。
穿起一切堆成听完咒语出现独门长音无序留恋着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情无语凝眼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出天光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难堪沦落清秋间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思绪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言说Thank you.
规则重新决定，要被迫保持沉默。皱紧眉头，不能哭的时候，就算被说没资格又如何？我的决定权没人能抢夺。流言蜚语最多让人忐忑，不再畏惧种种坎坷，大步向前，面对一折高歌。 Say no, say no, Monday 飞机全部延误， Tuesday 膝盖伤痕无数，只拥有未来颜色。
接着不路过，想我冷眼，还想我轻佻又下贱，要我阳光，还要我风情，不要狂喜我故乡，无处还喜我心如枯木，自我梦境。愿我如烟，还有我满里有蓝卷，看过烛光，还看我风趣又端庄，要眉眼，还要我杀人不眨眼，祝我从此幸福，还祝我枯萎不独，为我撩人，还为我双眸失神，吐过情针，还吐过眼波笑话，与我私奔，还与我做不二臣，怪担保待放，还夸我欲盖弥彰。为啥就我们两个人鼓掌？你们鼓鼓掌吗？耶、yeah! wow ！哇哦！我声音大。好了，让我们来先点燃蜡烛。你问问手在抖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杨冰仪发财暴富，杨冰仪美白，幸福，唱歌。好啦，吹呀、啊，草。我要再来一次那个。你在玩啥？女人，你在玩火。看一下弹幕，让我们来大声念出第一条。第一条咋的了呢？嗨嗨，罢工啦！哦，陈，请大声念出511716523，朋友们入股不亏，亏了我赔。记得我们90斤火锅的约定，口口一生日快乐。爱老虎油，卢天慧，口口一真的好久不见，仔细算一算，我们也相识了2年啦。期间虽然没有见过几次面，但我也有偷偷看你的朋友圈。新的一岁
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活成自己渴望的模样。 Happy Birthday SMH48 旅一应援会，涅槃重生，收拾行装再登台，迈步从头，携手并进挺难关。22载今日共庆欢聚时，少年意气广袤，前途不可知。二之前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触动了心感应的机器。当风吹过这一片绿草地，你会知道我们爱你。Coco 一生日快乐！白日梦三姐妹应援会，似水流年曾相伴。节风沐雨聚欢，我醉了，他读的。聚欢迎欢颜，愿曾经的回忆成为划破黑夜的闪耀光芒，照亮你前行的道路。生日快乐！耶、口一，哎，太漂亮了，啊、太好了、啊，我喜欢你那个咬着扇子合起来，打开。哎呀，有点害羞。不要害羞。就我们在后台看的时候就很惊艳，然后都在哇，就觉得就是学跳舞的，就是脖子和肩这里真的特别漂亮。对，我刚摔了一跤，屁股现在好痛啊。对，下次还要小心一点。那就是大家有什么对我的祝福吗？你干嘛呀、啊、你？有什么话想说吗？大家，齐大家。我写了点东西。好的。但我觉得稍微有点复杂。那就情绪有点复杂。你听听吧，希望你听得懂。他们干嘛呢？咋还打出了王者荣耀啊？不，不好意思啊，哎，卡住了，哇，真的耶，卡住了，进入排位了是吧？哎，我看到进入排位了，那玩没有？不，我这么矮是因为我没有穿鞋啊。啊，提起来，自爆了。他们穿着高跟鞋。知道了，小矮子。开始了，好，请。哎呀，有点不想念了。那就有点，你挑点能念的念。不行，念吧。不多。认识3年了，从最初一起懵懵懂懂出道到现在，有曾经很喜欢你的时刻，也有很讨厌你的时候，经历过互相陪伴的日子，也有无法陪在身边的时候。哎呦，好快呀、啊！你突然之间，我没有。有时候回想我们曾经的岁月，会突然发现，不知何时我们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也许是现在在一起的时间不多，让我会经常想起以前一起陪伴的日子。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善于和不认识的人交流，你就在握手会上带着我去见你的新朋友。那时候我不懂得如何和 staff 交流，你就陪在我身边活跃气氛。那时候的我每到大型活动就会黏在你身边，你就不厌其烦地给我拍照陪我聊天。我没有。那时候的我死宅又封闭，你会在去的任何地方给我带礼物，一次都不落。那时候的我是个连点外卖都觉得自己点嫌麻烦的人，你就每次都自己点外卖然后捎上我的。那时候的我还不是最好的我，但那时候的你是最好的你。什么？你们要相隔一个青春是吗？快了，你开始了，来了，你来了。秒表，谁开个秒表记着？我没有，我纸巾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不是在比赛吗？哎呀呀呀！没有，倒回去，倒回去，倒回去。只要倒立，眼泪就不会流出来。Soso， 你为什么那么开心啊？一脸看热闹。
们要不要比赛一下？今天要吐了一样。哎，怎么感觉似曾相识？哎呀，耶！吕一选手拿下一分。你是在看信还是在照镜子？哎呦，完了，也背过去了。哎呀。那个时候的我不懂表达，但你对我的好永远都会记得。后来你还是你，但我想对你更好，把你对我的好也让你感受到。再后来我们都变了，时间是让人唏嘘的东西，它把你想要的不想要的都变成种子埋在心底，然后悄无声息的生根发芽，把我们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可能不懂珍惜是人的本性吧。我很感激曾经我们的相遇所产生的化学反应，而让我变成现在的样子。现在的我想要好好守护现在的我们，虽然不知道未来的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我会把你永远放在心底。谢谢你，生日快乐，我会永远在你身后。嗯，虽然写的有点不知所云，但我觉得你可以听得懂。听得懂，听得懂。雪雪，你现在这个表情很不友好。没有没有，我只是觉得就是一般不能笑，除非是不是，就是觉得很难得能够见到奇静这个样子呢。其实我一直觉得奇静和可偶一之间的关系和感情，不一般吗？挺好的，挺好的。嗯，好了，好了。我没有勇气面对镜头，你说吧。没事，挺好看的，挺好看的。嗯，就是头发有点乱，妆妆没花，好看好看。你的睫毛膏要换一个，花了。好，好，冷场了。快点，冷场。别照镜子了，漂亮。就这样嘛，差不多。嗯。口嫌体正直。好。还有吗？可以，为什么？这个是为什么？信吗？嗯，其实我没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没有，我就想说，因为其实我跟可口一接触不算特别多嘛。对，我觉得很微妙，就是我们两个之间那种。没有，你不要误会，我跟琪琪。哦，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说这个啦。嗯，不是说、这个。对，就是感觉好像。嗯。嗯，虽然有也是有接触啊，但是就感觉、就从最开始我带艺的时候就感觉是那种怎么说，就好像很好，但是又好像没有很好。没有，主要是其实我这个人也蛮自闭的，就是怕生，你懂吧？嗯。然后其实一直就是对可口一还一直来就听到咋的了，就听到大家对你的评价嘛，在我印象中就是一个很可爱、很性格很好、很有趣的女孩子，包括。那个时候我有看你们当时有个公演叫做向前冲，然后我昨天向前冲没有奇迹，但是后来有了。我当时看首演的时候有被就是站在 C 位的可可一有就是惊艳到，对，就特别在我就是我心目中的那种少女偶像的样子，对。然后包括后来就是一直接触下来，觉得你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感觉对大家都很好，都很就是一个好人。没有啊，但是其实怎么说，就是感觉还是很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可以多认识了嘛，因为毕竟来到我们队之后也很少，就是因为各种方面原因吧，很少能够真正的跟大家一起交流啊什么，但是还是希望以后可以多多的就是认识你，然后可以一起加油努力，一起吃鸡。 好，一起吃鸡。你吃鸡头和鸡屁股。太现实了，刚刚还说啊，最一开始是外卖都懒得点的，现在点了外卖吃鸡。对，点外卖给我吃鸡头跟鸡屁股。觉得口口一怎么说，就是其实最一开始和口口一相识的时候是就是知道他喜欢一个日本的、对，就是一个算是不是吗？哎，是，然后喜欢太多了是吧？对，然后后面，对，但是后面随着可能也是喜欢太多，加上我的话就也是
喜欢太多，喜欢太多，所以其实并没有特别深入的就是聊天。真正其实熟悉起来还是在就是进入我们队之后。然后怎么说呢，就我还记得就是口口鱼说能够加入我们队特别幸福的时候，我当时真的啊，就怎么说，因为当时就来我们队的时候算是也是我刚成为队长的时候，对，所以的话其实真的就有一点不知所措，然后听到他那么的就是喜欢我们队的时候，但是真的觉得吃了一颗定心丸。然后真的我是因为当时来我们队的可能就其他人更加不熟悉一点，对，所以当时主要是因为口一特别喜欢我们队公演风格，你知道吗？对，因为就是你自己跳的时候你还能给自己喊多对，刚口一就是那个唱生日歌的时候，就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拍手，然后他什么什么生日快乐，对对，就自己给自己代口，就觉得就真的是一个非常热爱这一行的人，所以的话热爱这一行对吧，就是这其实我觉得就偶像有很多种，但是说白了之后他就是偶像，他真的就是一个职业，然后在这个职业里面就是有怎么样的人都有。然后我觉得就是怪怪的，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靠着心中的热爱支撑到现在的，所以我觉得支撑到现在好像也不太对哦，感觉说的都怪怪的是吗？越说越怪呢。但是真的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爱，然后我觉得就是口口一只要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就眼睛里面的那个光就真的能被大家看到，感染到。后台的时候真的就是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大家的表演就哇哦怎么样，但是口口一在的时候，我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大家都有一种朝圣的感觉，就很奇怪，就感觉啊，感觉一下看到第一次见，没有，就是看到感觉眼睛里有光，然后就感觉真的希望你接下来的话就有更多机会被大人看见。然后不是，我想起一件事儿，就是之前有一次集体活动，我口口一坐在我前面这个位置，我坐在这儿，然后我就不经意间抬头，我发现口口一在保存美少女的图片，然后半个小时之后我抬头，他还在保存美少女的图片，看得出来真的很喜欢少女偶像的，都是出于热爱。对，就是对，我最近我很久没有做这种事了，最近我都解释一下，最近都这种事也不是坏事，就是喜欢了，对，就觉得真的很喜欢嘛。对，其实干嘛呀，讨厌啊，因为真的把热爱然后变成自己的能够叫做一份工作，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所以的话就不管如何我觉得就坚持自己心里面所热爱的，然后继续走下去。对，就是我感觉就是感觉好像来插队好久了，对，但是又好像就是那种感觉陌生又熟悉的感觉就是跟大家在一起。然后我写了点东西，第一次生日公演是在我们向前冲，第二次生日公演是在 S 队的美丽48区，第三次生日公演就是在插队，我进团3年，分别向前冲没有奇迹，冲没了吧？对，就是进来三年，能够在3场公演、3个队伍过3次生日，不知道，就是说好吧也好，但是其实我内心还是挺微妙的，就是。哎呀，我写的是什么呢？等一下，我觉得就趁着生日公演机会，可以把自己想说的都说出来了。就是我前几天有在看自己前面的生日公演嘛。因为我之前觉得特别难为情，我都一直没给，就是再回头去看过，然后这两天回去看呢就。怎么说呢，心情复杂吧，就是我写下的，就在这本子写下的一句话，第3句话就是人生就是
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哎，嗯，就之前，我进来第一年的时候，我在拉票的时候就说了，就说最开始，我家里人问我说，如果你来这里，你永远都是，你永远都是替补怎么办？然后我当时说，就是只要还有一双眼睛看着我，就要用尽全力嘛。然后当时怎么说呢？就当时出道的时候，我从思思前辈的六号位临时换到了小爱前辈的三号位，就是我这个人对这个位置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就是你给我哪个位置我就可以上的。然后因为就是怎么说，因为当时就是觉得很过意不去嘛，因为当时七七两个小伙伴我们本来是差不多出道的时候本来是差不多的位置，结果突然说让我挑三号位，我当时觉得特别对不起范逸臣跟赵安倩，我觉得为什么我可以获得这么好的位置，然后我跟范逸臣道歉。然后之前齐晋生日公演，就是我觉得齐晋是很厉害的一点，就是我之前生日公演的时候都是在说自己跟自己的朋友，但是齐晋不一样，他就是在有说到队伍，有说到自己想为队伍怎么样嘛。就是我昨天回去，就是昨天前天回放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其实就一直没有想到这一点，就一直都是我觉得我想保护好我想要保护的人。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反正就是觉得自己蛮厉害的这一点。然后后来我转念一想，就其实我们就是不一样吧，因为我最开始你们看就是我们向前冲驴上了，向前冲没了，连千秋乐都没有，后来官方发每个队公演的音乐也没有向前冲，然后舞台剧也是无疾而终。我就觉得为什么每次我参加的这种东西都这个样子，然后是公司的错。然后前两天我就是上声乐课，然后正好我们声乐老师是我们向前冲的时候田老师，当时我跟他唱歌，因为我在学校我就说我怕我唱不好，他就说就是非常语重心长的跟我说，他说琪琪特别好，然后就觉得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琪琪为了队伍，我就想着是同期的人嘛，但是现在大家也走得差不多了，然后只有自己变得更强大了，才可以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进来的第一年因为经历了很多事，正好呢我的势头也挺好的，所以想到变强大去保护我想保护的人。这我就是第一年你生日的时候我给你信里面也写了，然后可是事实确实我没有做得很好，我想要守护的人一个个都离开了我，推推徐婉玉潘延琪，还有一些就是就像之前做电台的时候跟我帮助我很多的 staff， 然后参加的向前冲向阳的星光也都无疾而终。我觉得就觉得一直以来就是我感觉大家都觉得吕一一个七七生，从我出道开始大家就觉得吕一获得了好多同期都没有的东西，然后拿我当枪使的那些人也总说我拥有什么什么，我拥有什么什么，可是就是我怎么说呢，进来第一年拿到了名次就是真的没有想象那么美好，因为要出外务很多歌我也不会学，没有站位，每一场公演我还要学新的站位，就是自己也会比较疲惫一点，而且就是经常做造型那些时间也是我总是第一个做最后一个收工，但是我都不敢
不敢说，因为我就是一个新人，大家觉得我用了这么多，我应该知足。然后让我第一次感到很伤心的时候，就是我跟大家说我腰伤住院的那段时间，那段时间我也坚持不懈的在更新自己的电台，也有很勤的跟大家沟通吧，就是房间啊微博什么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却有一这个时候却有一大堆人都离我而去了，我就是特别伤心嘛，因为就感觉总感觉大家都觉得我拥有了很多，但是就是我就比较闷骚，不太会讲话，就喜欢憋着。但是其实我也很需要大家。然后毒瘤冲上台的时候我也很害怕，所以大家都叫我去安慰其他的人。我觉得因为同期也是就我想保护的嘛，但是毒瘤上来的时候我也很害怕，我身边也有重要的人离开了我，我也很伤心，我也没有那么多心思去安慰其他人。所以就是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也有很久，因为很多原因吧，就不能经常出现在大家面前。就是接下来我要让自己放松一点，就是不要去做那个最懂事的人。我也想有一点，就是我也反正就很需要大家。然后从我第一年回去上学，上学回来一趟什么都变了，因为我是七七生，是后辈，是入团只有两三年的人，所以很多话我都不能说，再加上后来我没有进圈就更没有资格了。然后回来的时候突然面对很多事情，就是我就是百口莫辩吧。然后要很感谢思思，谢谢陈思前辈，谢谢蒋云前辈，他们就是一直以来就很照顾我，然后也帮我说了很多话。然后我之前不是发了微博吗，大家都以为我要退团了，但是其实不是，就是我就觉得就是真的新的旅程嘛，我也想就是像齐静一样，就是为了这个队伍我也想有这种归属感，你知道吧。对，我也想有这种归属感，所以就接下来我也会在插队，就是不拖大家的后腿，然后为了插队的就是为了插队更好，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努力。没了。然后就是还要谢谢然后还要谢谢就是还陪在我身边的人吧。谢谢。好可爱哦、我也很需要你齐静。可以，你好可爱哦，像小朋友说自己的委屈。其实很开心口口音能够说出这些话。对，因为其实我因为我憋了太久了。因为其实也有一直知道，就是其实口音他是一个就比较喜欢把这些东西憋在心里的人嘛，然后平时见面的时候，就我们刚刚带 MC 都说，感觉是一个非常随和，然后非常阳光开朗的人。对，但其实内心可能就是藏了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就是像情绪这种东西，积压到一定程度的话，可能会就是让自己更不开心。所以以后，因为我觉得其实粉丝也是会很乐意，就是倾听你内心的这些想法，你的或者说你的委屈。其实我觉得以后可以更加怎么说呢，就是经常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想法，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对对，我们可以非常就是来找我们，来微信我们，我非常的乐意。
其实觉得比起就是你说想要为这个队伍承担些什么、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可以一起进步，然后我们一起分享自己遭遇了些什么，或者是有些又获得了什么快乐，这些的话我觉得有空的话可以多跟我们说说。 好谢谢，不要哭了，好可爱呀、啊、扣扣姨真的很像小朋友哎。对，就新的一年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扣姨，就像他说的那样子，他也非常的需要你们。然后最后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没了。好可爱。好，那我们举起手幅，让我们一起祝扣扣姨生日快乐。好了，谢谢，那么接下来就请我们欣赏精彩的歌曲吧。耶、
不起一个昂贵的梦。王府里，这个王国中最美丽的人，除了你之外，又还能有谁呢？知道的人啊，站出来吧，把你的心脏献上，当做对你的奖励。到底要什么？
记事本，祝你生日快乐。请问你在吗？在吗？啊，那儿吗？真是意外的遥远呢。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还有吗？没有了。最近包里的必需品是什么？不要香菜。最近包里的必需品，手机。没包。包里的必需品，我觉得只要有一个手机，然后包都可以不要。是不是拿个手机就出门了？是不是经常记得带脑子？是啦是啦是啦，可以的。哇，好好笑啊，王谢天一。敢用这样的姿势。瑟瑟呢？你有什么包里的必需品吗？包里有很多必需品啊，首先数据线、充电宝、手机、耳机、身份证，然后好像没有。你会带那种化妆品之类的吗？平时不会，就是如果是自己平时出门，我一般不化妆，因为怕化了妆别人认出我来，太红了。没有没有。那你平时出门都干嘛？我好好奇哦。我平时出门逛街。好的。他们是不是持反对意见？你出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张琼宇还不化妆，怕人认出来？就是逛街、啊。没有，他化妆了以后容易危险。因为他的就回头率肯定很高，就像我一样。哎呦，感觉都会吧，就是带的也是那种很，就是想得到的那种必需品，感觉身份证啊什么的，手机啊、充电线啊什么的，对，对吧？有没有什么出人意料？你有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我最近我买了那个玉手，然后我就把它随身带着，我买的是那个发财的。然后我准备随身带一年，然后明年告诉你它到底有没有用。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如果有用的话，请务必。不会告诉你的，我会自己再去买一个。真的，我觉得这种玉手这种东西，明年看就是大家的工资就知道有没有用了。哎、啊，你仿佛若有所指哦。是吗？谢听的粉丝听到了吗？没有啦。但是就除了包里，就是如果去什么别的地方带箱子的话，我会带那个玩具。哦，对，那个我每次通告就能、就是、必需品，看见带了一个必须要带的。谢天一有一个头都快被扭断的老虎，一个娃娃，就是你知道一开始娃娃就是很结实的那种，他已经把它玩到就是四肢已经跟身体脱节，已经是这样子的状态了，然后里面的棉花都已经断开了。像那个商场门口那个很大的气球人。哎，这件衣你洗过吗？洗过啊，所以他这样了。你知道吗？他已经把它洗的颜色已经感觉就洗出了一种对，就是年代感，就是必需品。对，必需品，我去哪都带着。我至少看到过两次以上，就他真的是出通告啊什么。哦，我们这有通告，就出通告就是这种去外面他都会带上。天哪！然后我好像上次是在高铁上看到吧。我带着他坐了高铁，他坐高铁突然之间从包里拿出了他的那个这样子的虎在那边玩，他很逃票。然后包里的必需品的话，我觉得我就是有手机。首先第一点，我一般不出门，如果要出门的话也不会太远，然后的话所以不会太远的地方的话呢，带个手机就可以了。你有碰到过要用现金的地方吗？没有碰到过。现在我上次碰到了，然后他要就是200，还是要现金，然后我就很慌嘛，很慌走到边上，他说那边一个超市可以换现金，可开心了。过去他说要收税哦，202。好啊，对，我也碰到过这种要多收你钱的那种。他一定就是知道那边要用现金，然后他就守着你呢，所以你就带着点，万一碰到这种2块钱，原来2块钱能买一瓶水呢。我好像真的很久没有碰到过有地方要用现金这种的了。 对那七夕
我就没有包啊，因为包太贵了，就出门的时候就找一个袋子装。提什么蛇皮口袋吗？对啊，就出门的时候随便装一个袋子，垃圾袋。每一个成员的生日袋子，哦、那个应援袋啊，对，我就是这样的，可好用了。对，就可能装很多东西，而且那个书本也能放进去。对，然后我们之前还讨论过，说李昭的袋子太软了，不好用。王菲妍那个袋子比较结实。对，然后还有的袋子可能是那种小的，然后就能装不了书，只能装一点点东西。来，我要给你们推荐奇迹音乐会的袋子，有没有？大小合适，材质适宜，居这是种出门居家适宜。奇迹，你今年那个真的挺好用的，对不对？你看，快看，不是这个，是那个，是那个啊，对对对对，上面那个，看到吗？那个超好用，哇，是不是很好用？我的天哪，各位出门买菜都可以带，快看那里也有，我见过更好用的，快看这里也有，我的天哪，是不是很好用？真的很好用。你见过双肩包吗？我现在还留着之前前辈生日，这也有两个袋子，你也可以双肩背啊，哎，就这样这样背。对，哎，不用，这个袋子也能双肩背，就是有点看着有点特点，就走出去像个驼峰一样的。对，推荐你，我的包也是双肩包啊。没有啦，我觉得，而且我今年的这个应援袋非常的时尚。好，我现在有很多，我现在有很多，你如果要的话，五块钱一个。我背三个啊，左一个，右一个，脖子上的。15块啊，可以。我的四块钱。啊，怎么着？这好啊，我的好不好？你不要听他瞎说。我里面还有食物，我里面有一大把的笔，我跟你说。李一默默的不说话。对，李一默默的不说话。我今天没见到你的袋子。有啊，我们家的袋子特别好看，就是特别的小巧。你出去呢，就是很时尚，就是这样，知道吗？就是很小巧，很时尚，就只有精致女孩。给我一个我们家的袋子，快。就只有精致女孩才会提的这种口袋。我跟你说，我们家的袋子可好用了。把什么？哎呦呦呦！使劲！总有一天我要拆了这个裙子。我跟你说，奇迹的应援袋真的很好用，你知道吗？就可以把吕姨的袋子放进去，然后再……哎，奇迹，你表演一个双肩包，是是，你快表演一个双肩包。双肩包也真的很好啊，就是。就是这样，哇！就是这个袋子要是早两年出，我就背着它去上学了，你知道吗？真的很快乐，推一波是一波。就是，然后你看到那种遇到不爽的同学，你就揍他，是不是？真的很好。来，李应援会听见了吗？看，听见了吗？输了吧，你们。好啦，嗯，而且我跟你说，有我这个应援包，你出门什么就不用选一样必需品了，你想带什么带什么。这是一个电视购物节目，底下打个横幅，还是20件。有意者联系奇迹应援会，知道吧？5块钱一个，多少呢？哎，又背不出来了。报多少？5774912。看，5块钱一个啊，大家。诚邀大家来品一品，不是，他们要签的成本都不止5块钱一个啊！真的吗？50块钱一个，知道吗？十五，十五，十五，哎，地下有个老师，15，15。好了，一口价200块一个。哎哎哎，好了，明天就被封了。来吧，电视购物坐地起价，所以真的，王菲妍，我5块钱一个卖给你，真的很便宜，就是、对不对？有内部价是吗？成员内部价，就你还净赚了10块。哇，那我转手卖，哇，你赚了，转手10块钱卖出去。我再转手，我可以靠这个发家值。对，你再500块一个卖出去。骗谁呀？谁买呀？可以啊，奇迹摸过的包。好了，那头发多的人才可以背。你刚说的什么来着？就是拿那个随便找袋子，然后划了一点东西进去就行了。嗯，那王瑞琪呢？你想了一下他的名字是不是？没有。哇，你的嗓音，而且今天很性感，性感，性感有哇！哎，你的声音真的很性感，快说句话，有磁性的嗓音，快快快，快说！没有，我觉得我啊，没声音了。他被禁，哎，用这个，用这个，快快！不是，我觉得哇，好性感的声音哦，扩大。就是，我觉得我今天本来不应该开麦的，就很格格不入，就不会特别有磁性，真的好性感哦，这个声音很有质感。就是那种快窒息的人，然后就是
包里面有什么的话，我最近回家请了个招财的东西放我包里，因为最近有点缺钱，然后都好穷，已经是第几个。我有一个个人建议，怎么都招财的？那大家都有钱，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了。你那个玉手的有没有用啊？你给别人求的玉手，明年告诉你有没有用。其实你们真的应该把招财的东西送给老板，然后或者是送给粉丝，这样你就才能真的有钱。你也未免太真实了点吧，王菲言。是，不能这样，送给粉丝，明年他就不是。不是，我拿的买的招财的东西也挺拿不出手的，15块钱，就是那种，广场上的那种小玩意，我觉得挺吉利的，就放包里了。哦，那也就是图个彩头之类的吧。天哪，我的生意。哎，也没有谁真的觉得这个放一个就能那个。我迷信。万一成真了呢？那也挺好啊。对，拿了这个应该能涨工资。我有点迷信，不降就好了。行，前辈告诉你不降就很好。谢谢前辈。那新闻呢？我包里都很普通，就是那种防晒霜什么。我就印象很深的是鲁金平之前他我们一次那个通告，然后他在行李箱里面放了一个就我们化妆用的那种会带一个镜子嘛，他的那个镜子当时他形容的是他的那个镜子里面有电池，每次都容易开箱要检查。我还没有仔细想，结果后来他真的开箱检查了，那个镜子就是那个把，一般不是一个这样子是吗？他的把有这么粗，就感觉里面是那种装了把枪，装了把机关枪。他拿出来以后，不是我想象是这样子拿出来的，然后就巨大一个镜子，我就觉得很神奇，他为什么就是要带这么笨重的东西，而且他每次坚持不懈的开箱，还一定要带那个，他有他的倔强，这也没很好用，感觉。吕一呢？包里必需品就是大家知道，作为一个当代的好好说话，作为一个当代的精致女孩，包包里一定要有什么呢？餐巾纸。为什么他的反应好精致哦？对，你看张成宇下去拿纸了，我晕，张搜索下去拿我的包，现场开包。没有，包里就是一定要有餐巾纸，说过了，然后还有身份证吧。你们为什么都会随身带身份证啊？就万一你走着走着突然想上网。什么？走着走着忘了自己是谁？就是走着走着万一想上，就我就觉得身份证在身边就比较保险一点，就是。你容易掉包吗？不容易，但是身份证在我身边我就觉得很安心，就像我的护身符一样，虽然我的身份证照很丑，就感觉能震慑住，就能震慑住其他不好的东西，所以就身份证一定要带。然后哦，我之前其实有带那个什么防狼器在身上当，哦，用上了也不可能。但是呢，有一次我回重庆的时候，我的防狼器被机场的安检没收了。没有，他觉得你用不到。你那个防狼器有使用过吗？还是不要使用过比较好吧。没有，它的用处就是给自己一份安心，是吗？对，但是就是你知道，我当时被没收了，我还被机场的安检就是嘲笑。是什么机制的？是响铃机制还是？响铃，那响铃就是你拉开那个铃，它会响，然后它会报警，就张嘉宇推荐的那个。天哪，那看来真的不怎么样哦，那个东西。对，但是被没收了，因为当时我没有化妆，然后他们问我这是什么，我说防狼器，然后他们。对，然后还嘲笑我，就那个收我那个防狼器那个哥哥，就是还捂嘴偷笑，然后就把我这个拿，他说你这个不能带哦，99块钱，就这么，好贵哦，对，好贵，对，所以后来我就拿身份证就可以了，身份证就可以防狼。哎，碰到什么奇怪的？当有人发现有人就亮出身份证，我其实长这样哦，对，就这样就很安全，很安心。对，那以上就是大家必不可少的东西，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都要带这种东西出门。那接下来就请接下来的小伙伴吧。
金月呢？Q 人家干嘛？没有，看看我有一个生日祝福，祝是小天鹅，不是烧鹅，也不是烧儿什么 ID 啊？对，祝鹅祝你生日快乐，谢谢你。耶、yeah. yeah.。我也有一个生日祝福，祝Secret 轨迹祝你生日快乐。耶、yeah. yeah. 嗯、好，我有一个一心一意软软的微仔精祝你生日快乐。耶、yeah. yeah. 我有一个生日祝福，挂摊吉祥物一号长盘祝你生日快乐。耶、yeah. yeah.好的，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 MC 话题吧。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卡了。咚咚咚咚，合适点评。经历过什么讲出来又很惨又好笑的事情？又惨又好笑，还要讲出来被大家嘲笑，好惨哦。对，哎，怎么了？有故事是吗？有，我们有故事，有故事。好，那你们先来。桃子，你说，你讲的逻辑比较清楚。就我们之前不是，就前两天刚从就是陕西回来、汉中，然后我们去那个通告，就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场子。对，然后就、哦、你知道吗？就比起就和嘉兴路相比的话，我们嘉兴路哎是个啥呀？就人没有，人家很高级。等到你们播出，你们就知道了，它是一个皇宫。对，对，它真的是个皇宫，高大上去，这里的四五倍吧。对，是他们休息室都比我们剧场大。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金窝银窝不如我的狗窝。对，所以我爱这儿。你说金窝谁是狗窝？我们不想成为狗窝，不想进入狗窝。对，你继续说。对，然后我们过去了之后，就第一次看到那么厉害的那个升降台。我们两个模拟。对，我们俩就是站这样的一个升降台。就是、对，然后它那个升降台，它是可以升起，还可以降落。对，然后对，它是主要是升的特别高，对，然后很迅速。对，我们最后一段是要升到两米高空，对，然后就离这个地面两米。然后最主要的是它那个升降台特别做的特别那个，你看我们都是实心的嘛，然后它那个是几个柱子铸成的，对，然后中间是空旷的。然后所以的话就升起来的时候真的在抖，然后我们舞蹈又特别激烈，就这样子什么跳的，然后他那个升降的时候，对对，然后我和桃子因为有点恐高很害怕，对，然后他就晃着忘记动了，然后我就看桃子对，然后看我，就我也是，就我到最后一段的动作是，对，然后我就摆个 pose 看桃子，哎呦，桃子也错了，然后我俩就同时在看上面，最好笑的在上面，他是那个，他是就这几个块，就是一个上一个下，一个上一个下的，然后就刚好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在下，对，然后齐静在这一块，然后升得很高，然后我们就同时往上看，然后他底下不是柱子嘛，然后我们两个就透过那个柱子互相对视，然后后面是就感觉我们两个在两个坑里面，就两米高的，后面都是两米高，然后我们站在底下。什么？对，不记得就 free 啊？什么？好喜欢哦！哎，你们出个外物还能玩跳楼机耶？真的就是跳楼机那种感觉，对，一个上一个下，一个上一个下，晃到真的把自己这样子的感觉。就而且我就是就我首先要证明一下，就是我们最后还是都跳对了。对对对对，这是一个风水轮流转。一开始第一天是我和桃子疯狂错，然后第二天是奇境疯狂错，第三天就是要正式的嘛，然后是新闻错了。新闻错了，对对。我跟你们说，你知道我跟汪嘉玲有多羡慕你们吗？哦，我听说了你们的故事。我朋友圈都不敢发。我跟汪嘉玲在北京渡劫，你知道吗？气死我了，在北京哦，居然有那种。进去一个房间只有张床，停水停电，没有牙刷，没有牙膏。我那天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我们酒店里面还可以点就是点送餐嘛，然后给我和冉蔚送了一个。对，我最后他本来餐上面没有写，他问了他一句，你们中餐厅有刺身吗？
然后我们送了一个私人拼盘，里面什么三文鱼啊、北极贝啊、金枪鱼什么的，像过生日一样，里面有那个灯，七彩的。他那边就是有两个，就是那种梦与星光那种手指灯，对对对，然后埋在冰里面。刺身有什么好吃？盒饭才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我和哎水水，我和那个齐静，我们几个天天在底下吃牛排。你知道吗、哎、你们不懂这种辛勤劳动之后吃两份盒饭的快乐。我们也辛勤劳动了。对，我们真的我们最后那个真的刺身都吃不完。那还是吃完了的。就大半夜的嘛、啊、我觉得馒头啃得挺干净的。不是，我跟汪佳怡说公司是不是对我们俩有意见，我们俩一走就有两个外务。对，我们当时真的很嫉妒，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我们待遇可好了，我们就是下班、啊、不用吹了，知道了不是，一定要说我们上下班啊，都有那个就是酒店的那个服务人员在门口。哎呀呀，辛苦了辛苦了，来这边，就是有人引领的。我跟你说，我从来没见过服务态度那么好的那个对酒店。我们也有大巴呀，有、啊、就是要等所有人齐了之后才肯开空调的大巴。就我跟你说，真的那个酒店一进去，然后人家服务员站一排，您回来了。对。我们有 staff， 上车了上车了，跟赶羊一样。我们还有那种，就是我们还有就是人家会说啊，您就站在那边站一排，然后就你进个酒店，然后人家都说啊，可以签名吗？可以合照吗？ Staff 快点来拍照。我要哭了。而且你知道那天晚上特别搞笑，因为其实那天晚上很，我们当时其实也不是经费问题啊，是因为我们住就是拍摄的地方特别特别远，然后他就刚好因为第二天又很早要拍嘛，所以其实是出于为了让我们多睡一会儿原因、嗯、然后就找了那个影视基地里面自带的宾馆宿舍那种。然后哎，我跟搜索超幸运的，就是他们那个房间因为很久都没人住，很臭，但我跟搜索的房间是制片人的房间，所以我们房间没有臭味、wow. 我们房间一股公厕的味道。太惨了。然后本来我跟搜索都已经准备睡了，特别就又惨又好笑，我们两个都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因为他们都出去找那种民宿了。我跟搜索准备睡了，突然就我们俩静静躺在床上，突然世界一片寂静，断电了。然后我本来以为搜索已经睡着了，然后我就看了一眼搜索，没动静，然后说那我也睡吧。结果搜索下一秒，我忍不了了。你们跳舞好的是不是从床上起来都要这样子顶着胯？太好笑了。然后而且那个地方还没信号，你知道吗？然后我的手机还勉强有一点信号，搜索手机完全无服务。他之后忍不了，他去那个井，就去那个棚外头就喂蚊子，他也要连上那个信号给粉丝们讲这件事情。我觉得又惨又好笑，真的，我不想再回忆。我每次去北京都跟渡劫一样，太可怕了。来吧，王嘉玲，你有没有什么很……你说李心宇不是哭了吗？那个不好笑，那就惨。哦、就是比较好笑的是我们后来有一天拍摄在棚里，然后地上有一些那种撒的那个道具。哎，王嘉玲，你现在说了，到时候你们 MV 发了之后，让你们站台上说说你们的趣事，你说啥呀？没有，我们趣事可多了。可多了，你以为这么七天怎么过的？我跟你说，一天一天给你讲一篇连续剧。真羡慕，我们除了幸福的事情没别的。对呀、啊，但我们痛并快乐着吗？嗯，对的。我们讲完之后，我们拍摄那个他地上铺的那些，就是某种粉，就反正就是营造某种气息。嗯，然后那个闹闹很好奇，一过去就在地上画圈圈，然后在那边玩那个粉，玩得还很开心，一脸笑嘻嘻看看别人，说我在玩粉、哎、还画爱心呢，好浪漫，好少女哦，可开心了。然后人家就说哎，别玩了，是肥料。而且最好笑什么，最好笑的是我们那个棚里面有股脚臭味，就是那个肥料的味道，就不知道哪来的，后来发现是肥料的味道。闹闹天真烂漫，还撒谎撒雪呢。真的很好笑，绝了，这真的又惨又好笑。等 MV 出来再给你们讲讲、那边有没有什么又惨又好笑的经历。我觉得我就是惨，就是我之前有段时间就是吹空调吹太过了，然后发烧，终于就是人家怎么搞我都不肯去医院，因为我很懒。然后杨幂你看人家有空调，哎、就
我们那个空调也是坏的了，就是当时那个阿姨就很激动，说一大堆废话，终于把我搞到医院去了。然后我去医院，我悲惨命运开始了，就是因为他莫名其妙就是查到发烧就要抽血，然后我就、啊、要抽血的，对，他可能是怀疑那种病毒性的，然后3管。我抽了4管，四瓶，我要抽4管，这样子的瓶子，就是血是稀有血型吗？不是，没有那么贵，就是我本来抽稍微多一点就比较容易晕，然后当天又是晚上，就抽完之后就抽2管，我就开始倒在那个，就是这个是那个抽血人，然后这是我，中间有一个玻璃，然后我开始倒在那个上面，我开始非常大口喘气，我边喘边哭，边哭边流鼻涕，然后还要喝水，然后那个对我还要在旁边就是还有一坨水我在那边喝，然后我就很搞笑，就晕了。晕了之后，我就开始躺在那边，然后浑身发麻，就是动都动不了，然后手整个搞成奇怪的畸形的形状。然后你那一瞬间有没有回想起自己生平的往事？有，我感觉到我的血液流到我心脏。有没有看到就是一道白光，然后一片云？我觉得可以当时吃一点那种菌子，然后我就可以看到一堆小人在我眼前跳舞。对，然后。反正就是后来我又去吸氧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吸氧，真的是非常快乐的感觉，快乐快乐，就是很硬的氧气一瞬间突然冲入了你的身体，就是不用再大口了。其实我没有觉得好笑，真的好惨，好惨，好心疼啊，流泪了。那怎么办？你还有2管，就是你晕了还继续抽吗？没有，然后我就开始破口大骂，这是我觉得好玩的事情，就是我骂他，然后我觉得很高兴。你这就生病了，没办法，生病的话是会比较难受，难受的时候心情就无法控制。对，但是你这一点不好笑，下一个。我觉得我住5星级酒店挺好的，没什么，挺快乐的。真的没必要，一个人炫耀就够了。还有什么没有惨的事情吗？就那个快乐到你把所有之前惨的事情都忘掉。我佛慈悲。对，那潘琪呢？我觉得中心也挺好的。就比较惨的事情的话，就前两天就刚好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过来和我们一起吃牛蛙面嘛。然后他那天我们约的是2点钟，他大概六点多会有一班那个火车，然后要走，然后他大概从2点钟拖到了5点多一点。然后他到了那家牛蛙店，我跟他说，你从这里到机场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你赶紧去吧，别吃了，我给你打包了。他说不行，我要吃。然后一边摇着那个牛蛙面，一边疯狂的吃。吃好了之后，他就赶去那个机场了。然后过了2个小时，他打电话跟我们说，喂，你们在吗？我去找你们。就误机了是吗？误机了是吗？不是误机了，是他买了另外一个机场的那个票，然后他买了那个 A 站的票，但是他跑到 B 站去了，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对，好惨啊，我有点惨。其实这种就是我想起有一次，哎，算了，我话太多，下次再说吧。那就是丹丹呢？没有，你想想，刚在台下不是讲了那个吗？哦，我们哦，对，我们在韩国训练的时候，然后得到2则新闻，有一则我已经记不清楚了，然后另外一则让我记忆犹新，对，一辈子忘不了。我们在韩国住了一个2层的，就是那种小民宿，对，就是说起来其实有点破，就是大家到时候看那个什么综艺，就是我们的综艺应该就知道，还有综艺呢。对，我们还有综艺呢，还有纪录片呢。然后这个消息呢，就是大家看完以后都疯狂的掐人中，就是整个教室都，然后你说吧。我说嘛，就是一开始 staff 不肯告诉我们，怕影响我们的跳舞情绪。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韩国下大雨，我们民宿被淹了呢。被淹了哟，人生第一次房子被淹了，特别好笑。最近中心的天花板就是也在漏水，就是漏水那算什么呀？我们是直接淹了这么厚一层，然后箱子我们就摆在那个，就是因为对，你想房间特别小，就是连箱子都摆不下，然后也没有桌子。我第一天去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这个民宿好像缺了点什么，因为人太多了，好像会有一点难找。
奇怪的事情会发生，然后果然就发生了，淹水了。你知道最好笑的，最好笑的时候，我把我新买的鞋从那个水里这样拎出来。没事，新鞋都需要洗一洗的。不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最好笑的是一家爱当时在韩国嘛，然后他刚好去韩国玩，就住在我们的民宿里。然后那天我们所有人，包括 staff，这个消息是他告诉我们的，对，都去训练了，就一家爱一个人在房间里。然后一家爱给 staff 发视频，一家爱拎着自己的拖鞋踩水，就觉得很好笑，但是又惨又好笑，就觉得哎，天哪，我的人生怎么经历这么多经历？是不是觉得我的人生经历很丰富？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很惨。不是，我想了半天，我好像最近其实没有什么很惨的事情。然后就是刚刚听到口口一，他不是说真的很惨，他不是说他参加向前冲和那个叫什么舞台剧嘛，然后都没了。其实我也参加过，而且更惨的是，我还带一个 FT， 你知道吗？就蛮惨的，听上去有点不，请你离开我们的队伍，就像你昨天赶我们的那样。你知道我们队可以先就乐了。没有，真的，金月在来之前非常严肃认真的问我，水水，你害怕吗？我没有回答他。我真的很严肃的问他，我说你知道我之前带役的是哪个队吗？查无此队，对。不是，我跟你说，我们队命很硬的。对，每一年都有人说我们队要散了，但每一年都不散啊。那也不一定哦。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话不是，听我说，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他们说的又不算，对不对？我说也不算，对不对？我以为你说你说了才算。老师换一个人吧，我看谁背挺好的。没有。好，我还是很爱你们队的。嗯，我也爱你。真诚吗？嗯，可以。今天你也蛮惨的，第一次来我们队吗？对，怎么样？下一场公演就可以坐在这个后面，对吧？感觉如何？你说哇，真的牛啊！那个call声真的绝了。我刚上场的时候，我真的很紧张，然后听到那个call声，哎，没关系，我可以。就你听到call声，应该还听到我在台上的叫声。对，听到了。就有一段，就是第二首那个第二首歌，他在那个后面，对，他在后面听到惨叫，对，就一直啊，我不会跳怎么办？就这样，很好笑。好了，就慢慢来吧，以后。日子还长，嗯，下一场公演是28号，是吗？他不在，我不在，放心了。好了，那接下来请欣赏精彩公演曲吧，耶、yeah! yeah!。
唱着午夜金色啦啦啦啦啦啦啦，改变人的表面是和谐，颠覆潮流最深焦点，女王诞生在今夜啦啦啦啦啦啦啦。是他
珍珠的微笑，比星星都还闪耀。零食的泪都收好，等着晴天来报道。迈着同一种步调，伸手就能触碰到。失落的阳光别笑，下一秒谁都猜不到。一切都没办法是有你的好，只是偶尔互相没人打扰，在雨里面对一道。
手握船舵迎风呼啸远方，旗帜闪耀着光芒，荣誉赋予肩上真实模样，无畏坚定的信仰。我从船舷眺望黑夜微光，在某个地方流浪，失了魂的罗盘迷失方向，此刻警报被拉响，冒险路上释放所有你的勇敢，警报被拉响，冒险路上释放所有你的勇敢，只要有你陪伴，梦想注定不会一个人孤单。 Let's get higher， 带着我的坚决要翻起航开始冒险。 Let's get higher，结伴相聚于此，翻山越岭，只为找到新世界未知的方向。在这一条寻梦的旅途上，黑暗将至，荆棘丛生，暗藏多少致命的危险。但能和你们一起，我愿意接受这冒险的疯狂。Go X， 继续航行吧！前方的大海上，还有你和我的梦与星光。我们和大海抵抗，用尽全力去阻挡。让邪恶停止释放，我们和大海抵抗，而我将恐惧遗忘，化身勇气的翅膀，维持命运的前方。 Let's get higher， 带着我的坚决要翻起航开始冒险。 Let's get higher，勇敢去闯无尽世界。 Let's get higher， 带着我的坚决要翻起航开始冒险。 Let's get higher， 看不见的危险，勇敢去闯无尽世界。我们想的终点，阳光照耀瞬间。我们想的终点，阳光照耀瞬间。梦想的旗帜耀眼，旅一生日公演，还 Girl X 公演，然后，接下来还有非常精彩的，什么投票和击掌环节，然后，最后就是，啪啪，三二一，啪啪啪啪啪 ，Team X。